本作品由畅读书城出品，本视频由声漫一班制作播出。哎，在看什么呢？你说只是吃饭，怎么拉我来酒吧了？为了庆祝你升了客户经理，我们今天一定要好好喝一次。我其实，哎，别拉我呀！啊，哎呀，我，哎呀，肖不要知道了，非得活剥了我不可！啊，别呀，才不会的。停电了！哎，要出来了！这里的老板有一大批好哥们儿，他们每天都会打赌，输了的那一个就得上台表演节目。天，好帅呀！你，哎，小心，他清点了你。今天晚上他属于你。你这家伙，今天运气怎么这么好？刚升官，现在又走上了桃花运。有啊，我快羡慕死你了。哎呀，你夏小心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啊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我当然知道。你好好想想。你怎么在这里？
看着他的脸，幼年时的阴影一下子跃入脑海。曾经他们的父辈是交情匪浅的世交，他们也比普通的朋友还要好一些。可是这一切的一切，却因一次事故而导致两家再不相往来。那是他12岁的生日，有客人送了只泰迪犬给他，他开心得不得了，整晚的抱着舍不得撒手。以后就叫你小诺了。莫子潇，你帮我看一下小诺，我要去拿饮料。哦，好的。没想到回来后却找不到他了。在假山后面，小肖，你们小诺，小诺，凭什么让他这么喜欢你？凭什么那么舒服的躺在他怀里？哼，小诺，小诺，怎么会这样？小心，你跑哪里去了？不要碰我！别过来！小心你流血了！你不要过来！便再也没有踏入夏家一步。再过的两三个月，便听说他们举家迁到美国去了。虽然他们走了，但是那个晚上就是个噩梦。在以后的4-5年里，他还经常被吓得从那噩梦里惊醒过来，本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相见。你还记得我？哼，我是该感动吗？喂喂，你放开我，我不去。玲玲，今天晚上一定要尽兴哦。你好好玩，我先走了。你看什么？
这个恶魔。谁呀？好痛啊！哼，看你还耍不耍流氓！你还愣着干嘛？快和我走啊！谢谢你刚才帮我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我真的有些饿了呢。这女孩还真是可爱啊。你也吃啊。我不饿，我这是感谢你帮我解围。你干嘛盯着我？我是不是吃到脸上了？没什么，我只是不敢相信我们两个一模一样。我是蒋莹，我叫夏小欣。你觉得我们像吗？我刚发现，还是挺像的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才会救你呢。我真的怀疑，我们是不是走散？或者因拐卖分开的双胞胎。是啊，我也这样觉得。唉，这不过是机缘巧合罢了。不过这样一来我可惨了，动手打了客人，我大概是回不去了。啊，你原来是在那里上班的呀？是啊，不然你以为像我这种连吃个汉堡都舍不得的人会去那种场合玩乐吗？对不起，连累你了。唉，这也不怪你，谁叫我自己管闲事。虽然这点钱没法算是感谢。啊，你这是？但是至少目前可以帮你解决失业带来的困难。这是我的名片，工作的事情或许我也可以慢慢帮你找找看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不过工作的事情不用你操心了，我自己会搞定的。时间不早了，我早点回去了。好，搞不定就给我打电话。博瑶，你来胜利街步行街的街头这里来接我吧。我忘带钱包出来了，现在回不去了。好，我等着。他没有出众的外表，没有了不起的家庭背景，更没有让女人心动的巧舌如簧。可是，
他却有着最温柔最朴实的一颗心，常常不经意的一个动作，不经意的一句话，就让人莫名感动。萧伯瑶，那个从南方大山里走出来的男孩，话不多，长得也很普通，可是却稳重大气，对人更是体贴入微，百依百顺。唉，他太老实了，从不搞歪门邪道，若不是看他升职了，这才勉强自己跟人去跟上级领导打交道了。你来了，我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你还没睡吧？还没呢，正陪张科长他们打麻将。我们散步回去吧。你不累？好久没有和你一起散步了。累了也不要紧，上来，我背你回去。好，我不客气喽。我想你的高跟鞋把你脚背都磨红了。一直背到家吗？我很重吧，你一定累坏了。不累，我身体壮着呢。你要不要进来坐坐？不了，下次吧。那我进去啦。出来了，那个男孩就是萧伯瑶吧？也不进来喝杯茶，这种连父母的面都不敢见的男人，不要也罢。他只是没有准备好，准备充分再来见你们，我觉得是一种尊重。小心，洗完就快点出来。我有话要说。怎么了？小心，吴世伯和韩要回来了。吴世伯和韩要回来了。莫寒，莫寒，那个记忆里英俊潇洒又温柔大气的大男孩竟然又来了吗？在美国治疗的三年里，几乎天天都是他陪着去见心理医生。还老是带着他出席他的各种大小聚会。他们什么时候的？说到韩，你就这么开心？当然开心啊，我可好多年没见着韩哥哥了。哦，对了，我们家有生双胞胎的历史吗？没有啊，你问这个做什么？没事，我就随便问问。
不知怎么回事，一个与我有着惊人相似外貌的女孩，让我有种不安的感觉。廖玲，嘘，我有点事想问你，过来一下。怎么了？昨天晚上出大事了，你知不知道呀？什么大事？墨子潇被人打伤了。墨子潇被人打伤在酒吧的后巷里，血流了一地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不可能！墨子潇只是被打晕倒在地上，头部完好无损。哎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是不是你打的呀？哎呀，我能有那么大力气吗？谅你也没有那么大的胆儿。哎，昨天你们之间有没有发生点什么？昨天是这样。他现在怎么样了？不太好，新闻上说成植物人了，如果苏醒要靠奇迹。接下来的日子都很平静，墨子潇的事情仿佛没有发生过，而上次救我的那个女孩也并没有打过电话过来。今天就是我的生日。哎，用这种方法真的不是我所愿。不这样的话，他怎么会甩了那小子答应我们跟韩订婚？为今之计只能这样了。那小子行事谨慎着呢，我请私家侦探查他，没想到硬是什么都没查到。不，不能冲动，不如将计就计，打他们个措手不及。竟然找私家侦探去查萧伯瑶这样清清白白的人。看来是时候动真格的了。你洗好了？啊，今天逛街了一天，真把我累坏了。那，喝杯红酒，休息一下。你坐着，我去拿吹风机，替你把头发吹干。今天是我们私奔整整一周的日子，不知道父母会不会急得快疯了。虽然对莫寒感觉不错，但一直都是当哥哥的对待啊。
是哪里？海滩？博瑶，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博瑶，你在哪里？为什么我会在离酒店那么远的海滩上？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博瑶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待会儿一定要让他好好跟我道歉不可。走廊上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房间门怎么没有关？什么？怎么样，宝贝儿？哎呀，你讨厌。是谁？救命啊！杀人呐！吵死了！天啊，他不是博瑶。没错，这就是我的房间。难道是这对狗男女走错了房间？赶紧离开这里，不然等他们醒了，非得告我故意伤害。Hello, what can I do? 打扰一下，你见过这个人吗？什么？他拿着我的身份证退房了？ Oh, sorry, 您是不是遇到骗子了？我可以帮您报警。无法相信，可是为什么把我扔在海滩，然后把钱卷走就跑？如果不是为了钱，又是为了什么？难道他家与我家上一辈有什么恩怨，所以他才一直不敢见我父母？嗯，这样确实说得通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中国人？啊，原来是老乡。我叫吴梅，来这里已经十年了。走吧，我们慢慢聊。您的咖啡请慢用，快吃吧，看样子你应该是没吃饭。谢谢，我不客气了。这些事真的说不通啊，如果他是为了钱财，为什么千里迢迢带你私奔，又把你扔在这里呢？我也想不通，他不相信我说的。或许您可以帮我打个电话到家里，我家人见到我一定会重谢你的。你以为我帮你是为了你的钱？梅姐，我知道你觉得我的话可信度不高。这样吧，告诉我你家人的电话。稍等。千万要接啊。你好，夏夫人，我想找一下夏小姐。什么？不在？上街买东西，一会儿就回来。您家里只有一个千金吧？好的，那不必了。好的，谢谢，我知道了。夏小姐明明早上还和家里人一起吃过饭，
哼，看你还有什么说的。不可能，我家只有我一个女儿，怎么可能再出现一个夏小姐？真好喝。怎么可能，我明明在这里，家里怎么会还有一个夏小心？是他，对对对，没错，除了他不可能是别人。手机借我，我要查点东西。哦，又想起什么来了吗？哼，你看这个女孩是不是我？哼，好好看吧。两个人一模一样。嗯，莫寒先生与夏小仙小姐订婚，意味着商界将再度掀起波澜。如果是双胞胎的话，他妈妈会说的，莫非这么巧，长得一样？应该不是。你在国外，为什么你的妈妈会说你就在家？难道我面盲？好，你听我说吧，我这是彻底被骗了。萧伯瑶拿着所有的证件消失，把我身无分文丢在千里之外。卑鄙，够狠！到了，我就住这里。吴姐，你家人呢？我住这里方便吗？方便，我孤家寡人一个，厉害吧？快进来吧。不是一般人家，不过当然比不上我家。你先坐着休息着，我去收拾一下。累坏了。太谢谢你了。请喝水。谢谢。很显然，那个女孩和萧伯瑶是一伙的，他们早就盯上了你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帮你回到中国去把事情查清楚的。万事有我，放心吧。先喝点水吧，然后我带你去洗澡。吴姐，谢谢你。老天总算对我还不错，让我遇到一个这么好的同胞。好困啊。好冷啊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又一次被人卖了，那个吴梅就是个彻头彻尾的人贩子。哼，夏小心，你怎么那么容易相信陌生人啊？有人来了。他还睡着，看来安眠药的药力还没过。哎，那吴梅每次下药分量都很准的。吴梅这次弄的货色真是极品。老大的东西你也敢碰？开玩笑嘛。要活下去，请陷害我的人讨回公道，要雪今日之耻，要回到父母身边去。有人来了。你醒了。识趣的话不要反抗，乖乖跟我走。
又到哪儿了？哟，又来一个小美女。不错嘛。你是我到这里三年来见过唯一一个不哭哭啼啼的女人。衣柜里有衣服，你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把自己收拾干净。半小时后我来叫你。哇，好华丽。这是给我准备的首饰吗？好漂亮。既然现实无法改变，或许可以让它的过程来得不是那么煎熬。状态不错嘛。来吧，我带你去吃早餐。你在这个房间吃饭吧。是谁来了？嗯，求求你，我是好孩子，你就放我回家吧，这里的事我跟谁也不会说的。放心，我跟他们不是一伙的。那你是谁？难道你也是被抓进来的吗？我本来在外面玩迷路了，然后一个女人说帮助我，我上了他的车，喝了一瓶饮料，结果就……我想回家。那女人叫吴梅，对吧？我也是被她骗来的。原来我也像个小姑娘一样容易受骗。别哭了，事已至此，我们应该想怎么逃出去。别哭了，姐姐，我跟着你行吗？我也是被绑来的，怎么保护得了你？烦，别磨蹭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你们跟我过来。我们这是什么地方？给你们一个可以自救的机会。难道是？什么？难道是要我们展示自己，把我们当做商品？贝尔，到你了。姐姐，我害怕。贝尔，嘘，我奉劝你别管他闲事了，你现在也是自身难保了。那又怎么样？就这么什么都不做吗？不错，他们都是变态。如果你懂得如何驱使他们的话，
也许可以反败为胜。有可悲的女奴身份，一跃成为尊贵的女主人，曾经有人做到过。你有这个本事吗？比如你。你问的有点多了。既然他这么说，看来我也不是没有机会翻牌。喂，该你了。下一位。怎么办？难道让我站在这里唱一首歌？这个女人不同以往，她竟然看不出一点害怕。你这样挑剔的人都感觉不错，那我要她了。这位女子成交了500万美金。小美人，我来领你回家呀。啊，是你。是我，我才是选择你的人。带我走。带你走？凭什么？就凭我打爆过你的头。你不想找我报仇吗？好啊，如你所愿。我还有一个要求，我要你带上这个女孩跟我走。啊，姐姐，太好了。明明是我买下他的。进去吧。哟，没想到又见面了。是你。你们随我来吧。这是莫先生安排给沈贝尔的房间。姐姐，我不要单独待在这里。姐姐，让我跟你一起好不好？贝尔，如果你相信我的话，就听我的，好好待着，好好吃饭睡觉。啊，等你醒后，就会看到我在你身边了，我保证。你自己都凶吉未定，哪来的能力对他承诺？我知道我没能力保护他，我只想暂时让他安心而已。但是，我一定会争取的，我不会认输的。莫先生没你想的那么简单，你行事小心些，别把事情搞砸。
现在是个女仆，先伺候莫先生进餐。在他还没有决定你身份前，你就仅仅是一个女仆的身份。就这么简单？别以为简单，一个不经意的错误就会让你一命呜呼。苏婶，今天有什么好吃的呀？久等了，今天的牛排很不错，你要尝尝吗？请给我切一份。嗯，好吃好吃。谢先生，让新来的人也给您切一份吧。啊，我来帮你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。看他什么也不会，或许是我太冲动了才带回来。也好，那就让他给您弄碗汤吧。请您慢用。我们的小美人好像不开心了呀。你若想得到她的真心，就要柔情一些。你误会了，我带她回来不是为了得到她的真心。再说，她不配。别怕，你可以跟着我，由我来做你的保护人。为什么感觉他的笑容下透着一种残酷呢？这个人应该不像是看起来这么和善。看你衣服都脏了，我带你去洗手间。哦，好。救了，谢谢你帮我解围。好心奉劝你一句，不要轻易对你的主人动情。他们是人中龙凤，不是我们可以配得上的。如果不小心爱上，那么你就要为奴一辈子。苏珊，你，我爱上了，所以心甘情愿在这里为奴为仆，已经没有力量再走出这里了。放心吧，我才不会对他动心。无论木子潇怎样待我，我都不会爱上他。在这个世界上，爱情根本就是不存在的。但愿如此，我们该回去了。就是因为相信爱情，我才会被骗，沦落到这种地步。哎，这个人是这里的管家吗？眼神好可怕。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？替我切牛排吧。请慢用。我为您盛碗汤。嘿，有点烫哦，我帮您吹凉吧。不用了，你坐下。在我吃饭时，你最好别擅作主张。不让我伺候他，这是给我的特权吗？还是觉得我不如苏珊呢？
子夏，你今晚在这留宿吗？让苏珊安排小美人的住处吧。不用了，直接送到我房间吧。你还是一如既往的霸道呢。苏珊，照做吧。是。喏，就是这里了。莫先生一个人住这栋别墅。啊，我得偷偷记下密码才行。不要以为记住门的密码就可以逃出去哦。哎，每隔一段时间他们会重新设置一遍密码。啊，哦。快进去吧。这里的东西都是莫先生亲自挑选选购的，你小心不要乱碰，弄坏了。你放心吧，弄坏了再把我卖掉一次也赔不起啊。我瞧莫先生待你与其他人不同，你好好把握吧。我先走了，你在这里等着莫先生吧。莫子潇不过是把我当一个没有用的奴仆看，哪里对我好了？我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。抱歉，莫先生，各个地方的摄像头都没有拍到他。看来他还在这一幢别墅里没有逃出去。你们散了吧，我自己去找。是，莫先生。小心，你也太倒霉了，刚跑出门就被发现了，只好又跑回了房间，躲回衣柜里。啊，他怎么停下了？出来吧，夏小心，我们都在找你。我就是想跟你玩躲猫猫了，结果一下子就被你找到了。夏小心，你当真不明白你现在的处境吗？是，我明白了。下一次他再消失，找到后直接送回我房间。哪里都不让去，好无聊啊。我在别墅里面走走应该可以吧。不知道这会儿莫子潇在干什么，这么大的别墅他自己在这里住不会迷路吗？水声，
这个房间是做什么的？难道是木子秀在洗澡？一年内我尽力满足你一切要求，一年后你要送我回家。好啊，没问题。不许反悔，我这就去准备协议。一年的时间，一年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但足够时间毁掉一个人。莫先生，莫先生，您看看吧，协议上我已经签过字了。一年的时间你能撑过去吗？我有信心。很好，那么现在开始尽你的义务吧。给你十分钟，洗得干干净净送到我面前。啊，这么突然。啊，好吧。想对我做什么？该不会是要和我……你要在浴室待多久？再不出来，协议就作废了。啊，马上！我一定要让你迷上我。准备好了？先生，看来你已经做好准备了。看来你还是没准备好，今天到此为止吧。我已经不害怕了。这可是你说的。竟然没有控制住自己。
醒来就走了。木子潇，总有一天我会征服你。啊！红斑，属狗的吗？怎么那么喜欢咬人？你在干什么？我。你又不是没见过，习惯就好了。啊，这就要走吗？晚上我会回来吃饭，你亲自下厨。啊，我？当然是你。不然把你买回来干嘛？等等，我还有一件事。之前和我一起的那个小妹妹，你放了她吧。跟你一起的女孩？哦，我有点印象。她还是个孩子，放她回家吧。恐怕要令你失望了。混蛋，冷血！不行，这一年还长，不能被他激怒而失去理智。一定要让他迷上我，这样他就会乖乖听我的话。我一定会改变现状的。苏珊，送来的是什么？看起来像是裙子。这是莫先生吩咐送的女装，看来他准备留你在这别墅常住了。对我来说，可真不是一个好消息。